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和田嫂过来这边办了个房产证，签个字是吧？这个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吗？房产证？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，你签合同的时候也只有一个。我没提醒我，没提醒我。所以就没有名字，对吧？房产证一般要多久啊？要多久啊？一般预计3个月左右的时间。3个月左右。哦，对，到时候会寄地址。寄我地址肯定要变哦。那么地址变的话，我给你个地址啊。不是广州。不是，不是的。不是的话，要到钱塘江苏那边填单申请哦。钱塘那边的。对，我这边没有实现的。就这么简单。一下就办好了，这下真的确认房产证上面没有天嫂的名字了。他说合同上就你的名字好吗？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，田嫂也在那边上的，那个销售好像没提醒我让田嫂也签字。现在我们去给那个房客再送一张那个门禁，之前只给了他一张门禁，他说太少了，再给他送一张吧。我看看，啊，你也是房子租给别人的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是门禁，那就有人同意就行。哦。要不然他租客的话，要你同意了就行。就下载一个 APP 是吧？现在物业应该下班了吧？还有，他怎么会下班？那我带房客去办一个算了，办个手机的，不要这个还方便一点。肯定了，手机还方便。哦。看房的，猪肝。哦。猪血，对，猪肝猪血，挂了啊。可以可以，有荤就可以。有荤都可以，但是味道不好啊。一个月4000多块钱，包吃包住，可以了。还有五险一金。还有五险一金是吧？现在房产证办好了，带田嫂来吃个饭，弥补一下她心灵的创伤。房产证上真的没有她的名字。随便点啊。现在满足你，我就这点就满足了。慢慢补偿嘛，啊。你发钱这个，钱你要下饭的，然后再要个什么？宫保鸡丁，两个菜够了吧？刚才跟那个保安师傅聊了一下，他说他这边一个月工资是4000块钱，包吃包住，五险一金，就是上班时间有点长，12个小时。大家觉得这个工资的话，在中山这边怎么样呢？菜齐了啊，两个菜。60块钱，这个35，这个25，这个分量有点多，我们打包，晚上就不要炒菜吃了，啊。放一起嘛，会不会串味啊？分开嘛，两个盒子。不是晚上带饭回去吃吗？饭晚上自己煮点饭就好了。现在开始吃饭了。这一顿吃完以后，2年以后再来中山来吃饭。好了，拜拜了。